有些天生出来的性格是不会改的，至少死的人都不会改的，即简单讲，因为钱就露出个狗尾狐。我想请问你有没有听过以前我在福临门塞春卷的故事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澄清又要讲，不要讲我没有做过，想过都绝绝绝先啊。但是人要讲，迟些有塞春卷，再迟些塞乒乓波，再迟些塞网球，再迟些塞榄球，再迟些话我喜欢被人塞添。有些是真的有助养，但是不是全部咯。嗱，我可以簡單直接答你，值得我贊助支持，我就會做咯。喂，結咗婚兩三年啦，一年都同我攞幾個，屌你鱷魚皮有鑽石嘅手袋啦！你千祈唔好以為我俾咗手袋，又以為哇，屌你喂，大家出嚟執翻劑喎，涼茶就可能有。我諗我而家肯去執啊，我唔知屌你咩排到去屌咩黑龍江，屌你咩真係，即係我係講笑一下。我而家行路都行唔到啊！有張人紙借喺上踎低執都冇能力啊！